有七项，第一项呢是个三宝歌，第二项有一个宣读的贺信，第三项是领导讲话，第四项授旗仪式，第五项颁发病书，第六项宣布开营，第七项就是中午的一个午宴的招待。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一项，全体起立，奏三宝歌。有长足进步，这次举办第四届短期出家体验营，即首届以寻求智慧人生为主题的居士佛学会考座谈会。这是一次富有创新意味的活动，很有意义，预祝活动圆满成功，道场兴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海市宗教协会吴梦庆，2008年10月9日。好，非常感谢啊。下面是第三项，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松江市佛教协会会长、西林禅寺方丈乌干大和尚为本次短出家开营致辞，大家欢迎。尊敬的姚平部长、吴浩波主任，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专家学者、名人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真是佛光普照，应该说进入秋季了。我们现在呢，正好是夏秋结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又有这个凉风，也有呢这个太阳光，所以呢今天天气特别好，所以呢我们短期出家开营仪式有这么好的天气，而且我们也迎来了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对吧？大家有一部分已经参加过短期出家体验营，会感觉到今年特别的隆重，是不是啊？是。西林寺呢近年来在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特别我们各位营员，由你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今天迎来了第四届的短期出家体验营。实际上八关斋戒呢已经是第五届了，我们第一年正好是下雪天，我们大家都有应该说印象很深的，我们当时就请圣开法师跟我们第一年做这样一个八关斋戒的一个讲座，大家应该都会记得。所以应该说呢有五个年头，因为我们这个短期出家体验营应该说呢是面对我们广大四众弟子、广大这个在家的佛教恶众，让大家呢比较集中的时间在寺庙里面过生活，我们这个营年的时间表呢应该说也比较丰富，各种活动都有，有这个讲座，也有禅修活动，包括明天是观音菩萨出家的纪念日，我们还有点灯，有举行上坛大斋，包括我们营年有一个落花的仪式，包括呢他拜这个大悲忏啊，也是纪念我们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这样一个拜忏活动，包括观看影片以及抄经活动，包括呢有老师教大家做这个扫空的花，大家呢
写了以后，你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寺庙里面佛前需要庄严的，你们写了以后呢，回去到可以做，可以斜着做。然后当然你需要，我们还可以办这个插花或者斜坐花的培训班之类的。当然我们后面呢还有教这个佛教音乐的，包括这个最后一天呢，我们要举行的八关斋戒这样一个赠寿活动。所以呢，你们每一位人员是很有福报的。而且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部分专家学者下午有时间直接到黄老宾馆，为了基世佛学会考，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寻求智慧人生这样一个主题，请专家学者呢跟我们提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使我们社会能够呢起到一个和谐的作用，对我们家庭大家体验之后，有了佛教宗教的理念，你可以把这个理念带到自己的家庭当中。所以呢叫培养生和融入生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下面就用四句话送给大家，叫短期出家体验多，莫让观音更蹉跎，佛学会考起智慧，净化人心佛道成。希望大家通过体验，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成就佛道。恭喜大家，也谢谢各位领导。下面我们有请刘元春教授代表专家学者讲话。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教友，上午好。我想我说三句话，一句话是由衷的赞叹，这有两点。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西林禅寺啊，这个举办这个，可以这么讲，是利国利民利众生的大好事。第二点，我觉得我们作为社会公民，作为社会医院，我们能活得菩提心，或有这种追求菩提心和正见的这种理想来到这里，这也是利于社会利于文明的大善行大举动，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因此我由衷的赞佩，我真诚的祝愿大家。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想过清净圣洁的出家生活，我们要一切作为美好的善行，以智慧作为完美的前导，以解脱作为追求的根本，以我们的理智作为增上缘。因此我相信在观音菩萨节来临之际啊，我相信在我们的心田里能增长，能增善，能使我们得到出离和提升，能使我们得到净化和安顿，能使我们在惜福和感恩之中寻求点燃我们智慧之灯，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光明充满快乐。谢谢大家。好，下面我们有请人员代表长安徽自治代表全体人员发言。我相信呢，我们广大居士啊，通过这一次在短期出家体验营活动呢，每个人呢都会有更大的收获，对佛有更高的认识，从而呢生活得更快乐、更幸福，是吧？我衷心的祝愿呢，我们这次短期出家体验营呢，法会取得圆满的成功，祝愿我们的师父呢法体安康，祝愿大家一切顺利，谢谢。下面让我有请松江区委统战部副部长苏明洲事务办公室主任姚平女士讲话，大家欢迎。宗教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实现社会的和谐离不开宗教界的努力，其中佛教教义中许多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丰富的思想内容，
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发掘弘扬。近些年来，我们不端大和尚带领松江佛教界在弘扬佛教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倡导的以音声广作佛事，以律仪规范身团，以教理化导世人，以文化提升品味，以诚信服务社会的西林修学理念，在广大慎重的努力下，在西林禅寺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我相信在悟端大和尚和法师们的精心组织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次体验营活动一定会圆满成功。广大营员通过4天的体验生活，在信仰素质、佛教文化方面一定会得到提升和收获。同时也希望西林禅寺全体僧侄人员齐心协力，为参加此次体验活动的营员提供优质的服务，确保大家在西林禅寺生活愉快安康。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法喜充满，谢谢大家。下面呢，我们执行这个第四项这个授旗的仪式，有请松江区民族事务办公室主任吴浩波先生为本次活动代表授旗。下面我们进行第五项，有请姚主任乌干大和尚为崇恩树画院受聘老师颁发聘书。好，有请严继先老师、孙少国老师两位到前面来。下面呢，我就宣布第四届广西出家体验营及寻求智慧人生机智和谐会考座谈会现在开幕。西瓜停不停？好，三二，好。
午好。我们大家今天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怎样寻求智慧人生这个话题，这靠我们自己的修正，内心的正，内心的修正来达到一个境界。没有苦，不需要外人来做评定的。但是，若要是广大信徒能够激起学佛的热情，乌兰大和尚提倡并发起了以寻求智慧人生为目的的初级和高级佛学联考活动，支持善男信女和有心学佛的人啊，听闻佛法，并使他们学而知所获，学而知苦果，学而知应可，此后可以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消除烦恼，出于正道。正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坐在这一起，为了探讨这样一个神圣的话题，希望在座的领导啊、嘉宾啊都各抒己见啊，做到让我们信徒啊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思路，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完成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吧。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首先我介绍今天与会的领导有松江区宗教办办公室的顾永全先生，松江区政协常委，是佛教协会会长，青年禅师方丈，也是我们上海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啊，顾端大和尚。清华大学顾思厚，南京大学哲学系顾教授，圣凯法师。上海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元平教授。上海龙华古寺堂主释元法师。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长葛壮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编辑罗浩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绝尘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唐中毛博士。上海社科院马德研究中心文化王洪刚先生。上海大学文学院林国良副教授。是上海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是佛教协会办公室副主任金一鸣先生。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湛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黄百博博士。华东师大史学博士张文广先生。上海社科院宗教学研究生张威。上海佛学院专职教师叶文法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彦明先生。那么我们还有一位特邀嘉宾，香港伟德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庆先生。非常高兴，那我们迎来了这么多的领导和那个法师啊，但还有很多松江区佛教协会的领导们，什么常务理事、秘书长等等，我们不一一介绍了。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式话题啊，首先我们引请乌干大和尚做座谈会的主题发言。大家都知道，佛教历经了2500多年的兴衰发展，创立于印度，兴盛于华夏，时至今日，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
有着数以亿计的佛教信徒。历史上的佛教兴盛时期，高僧辈出，信仰阶层上至帝王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可以说，古今兴盛的中国都有着浓厚的佛教身影。在这里呢，我真诚的希望议会的专家学者、法师、居士呢，围绕寻求智慧人生这一主题，直述己见，畅所欲言，力求少界居士佛学会考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们佛教在家二众学习佛法的平台，我们松江佛学有信心把它做好，做成品牌，让沪上乃至周边地区的信众们都有一个学习佛法、清净身心的机会，让心灵家园得到净化，有所归宿。这个所谓主题发言也不是很成熟，所以呢，敬请大家呢能够提出宝贵意见指教，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下面我们就请上海市宗教学会的秘书长葛冠教授，关于这次会考做一次精彩的发言，大家欢迎。我也讲不出什么，只能说自己一些最简单的体会，就是觉得居士的作用非常重要，在近代上海佛教发展历史昭示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后的历史由我们自己撰写我们自己的人生，让我们撰写的人生充满了以佛教来点化出来的一种智慧人生，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呢来到此地的最大的目的。那我的话呢就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下面一个发言呢是我的老师金一鸣教授。我觉得呢，通过我们的修行，因为佛教想忏悔嘛，对吧？通过我们的修行，我们想应该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想就说了这些，我祝愿我们这次居士啊，佛教会佛学会考能够办得棒棒的，能够为上海将来探索，就是居士佛学怎么样发展，居士佛教怎么样弘扬啊，居士佛教队伍怎么样培养，提供一个模式。谢谢大家。智慧达到最完善，达到最究竟的境界了，这就是成佛了，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也就是最后的断除烦恼，了脱生死，离苦得乐啊！因为时间有限制，不敢多讲，祝大家能够增厚增慧，幸福快乐，阿弥陀佛。下面我请罗浩教授发言，大家欢迎。超神出众的样子，他搞到，这可能就是出家人佛教就这么了不起。你看出家人这个不是这么超神出众，就在这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依托。他后来的出家有很多的原因，你看，所以呢，出家人也好，在家人啊，你说佛教弟子的话，你这个形象其实本身就代表这个佛在里面，所以呢，对自己也好处，对我们佛教的推广也有好处，就这么回事。下面我们请华东师范大学觉纯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院那个唐仲谋博士给我们做发言啊，唐博士。他们都遍请像印地、印光、地贤啊、太虚等等其他的法师，就是经常的做一些教诲，所以我想就是这种居士佛学会考的方式，也是当下来寻求一种僧团和居士之间的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友谊的尝试，啊，最后说这个无端法师的这个弘法事业啊，兴旺发达啊。这一个来，我所学所修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收获？如果没有收获的话，那么要检查一下，总结一下，是吧？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呢、精力啊都是有限的，啊，所以我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希望在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三宝弟子啊、居士啊，平常呢多想一想，啊，我呢，这次是可说一说，我考虑的也不太成熟的，讲述的地方呢，请各位的专家，
于附赠，谢谢。我感到呢，西云禅师所举行的这个活动，是实践中国的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佛教三宝的僧人呢，主要是在寺内。那么可以说，大部分群众到寺庙的时间还是有限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像我们这个做法，还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我们把佛教变成一种生活、人生的制度，平时就在做。谢谢大家。所以这些呢，这只是我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思考啊。也就是坐在这里想一想，因为昨天穆丹法师给我打过完电话以后，晚上和今天上午都在忙其他事情，我们也就坐在这里的时候呢想一想。然后这个想法呢也是很初步的，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些思考呢提出来，供大家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继续这个讨论。我就说这些。非常感谢我们前面两个小时专家学者、法师、居士们精彩的演讲。另外呢，刚才这位专家学者、法师、居士呢，从多角度为我们围绕这个寻求智慧人生做了一个精彩的讲演，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恩大家。因为时间关系，下面我就直接请我们那个圣海法师。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大学生，所以呢他对这个佛学会考这样一个主题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和他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有热烈的掌声请圣海法师先做发言。会考试题的种类，从一个试题的内容来说，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出考卷，我们肯定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但是佛法的考试肯定不是一个知识。佛法的考试，我只讲一方面，就是佛学的知识，比如说四圣谛三法印、六度、四弘誓愿，这些都是知识。那另外一类其实也是可以用考试来完成，就是生活的思考类，比如说夫妻吵架了这个问题，我出出来，佛教徒应该怎么解决？佛学会考的数据库。那包括我们信徒的信息啊、考题啊、新闻反响啊、成绩啊，就是通过佛学会考这么一件事情呢，使我们四众弟子能够大家通过读书、考试、思考、实践，能够寻求智慧人生。谢谢大家。接下来呢，就请刘老师给我们做精彩的讲话，好吧？因此，在这里呢，我想。如果我们的会考做得好，如果我们每人都在努力，我相信我们的会考必定得是有益于培育和完善社会的生命伦理，有益于提升社会人格，有利于推进文明建设，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我讲的比较杂，说了很多，耽误大家时间，谢谢大家。教义有利于弘扬佛教文化，不违反宗教法律法规的精神。试卷内容要注意保密，以求公平公正。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大德高僧对松江宗教工作的支持。对松江佛教行为工作的支持表示再一次的感谢，谢谢大家。这也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出发点的一个目的。今天各位专家学者法师们呢都已经谈到这些内容，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这些内容呢提的这些都是有操作的，具体操作的一些内容，也有很多好的观点，所以我们更加要进行一些细化的工作，细化的工作。所以呢，因为时间关系，整整我们花了三个小时，大家坐在这里也非常的辛苦。那我就宣布，寻求智慧人生，居士佛学会考座谈会，我们
现在就闭幕，谢谢大家。Thank you.
里吧。
上台八丈鼓，射出七里黄，西游忙四夷，会行少之节，各爱四思亲，出家三次，先换着。收旁边，自己让他自己看。烟点芳草生香鲜。捆在手上，不要动。归依法。
进迎接大陆的三房说法，顶礼上拜。Yeah.